谢谢。嗯，又送东西了，哎呀，可了不得了啊！给我的，给高峰的。给我干嘛呀？我们都上来过了，都接收过了。是，我们也上来过了，没接着。哦，有大有小。哎，好嘞啊！我代表接。太好了，来吧。哎呦，还有呢。赠与郭德纲老师，弘扬传统艺术。后边看不见了啊，倒着念也成。哎，匠人精髓。好，来，感谢吧，来吧，拿，回去改背我怎么啊？哎，来吧，接着。啊。来，把这个，大帆。这孩子不嫌累。哎，这叫什么话？谢谢谢谢啊。让你说，嗯，回去吧。哎，这还没听说过。明儿的活儿今儿干了，好开心。那是，钢丝节这叫。对呀，过节嘛。今年是德云社20年大庆钢丝节的专场，专场演出。哎，嗯，演员们后台来了一部分。那是，还净是您爱看的。是啊。啊，岳云鹏啊，郭麒麟呐，嗯，反正长什么样都有。那当然了。我们这行啊，已经跟旧社会啊不一样了。嗯，那当然，旧社会呢长得都挺那个的老先生们，挺哪不好看啊，是吧？适合收藏的那样的都。嗨，长得比较怪。现在我们这小孩好看着呢，有好看的。我们这有叫张云雷的。嗯，哎，您给说说吧。嗯、太好看了。嗯，哦啊，我说我们这已经招不开你了。嗯嗯，他也是有志气啊。嗯，他飞一个给我看看。嗨，刚才一开场有一姑娘送东西都快哭了。嗯，一定跟她说好好养着啊。也不说的什么，喝酒有什么好处？就是哦，喝酒有什么好处？嗨，哦，喝40多年也没跳过楼。别着急，你是没跟我什么叫别着急呀、啊？高老的意思就是有的是机会。哎，对，非跳一回不可。对，嗯，张云雷在南京。是啊。南京德云社是，后台有演员着急回家，嗯，到了南京车站才发现行李收拾好没带来，哎呦，瞧这记性！打一电话，张云雷给人送行李去了，嗯，那会儿喝了都不行了啊，送完行李再见，哦，嘿，说了就对见，是那做不了，说到做到，哎，后来问他，他自个儿说呀、啊，他以为啊，跟这儿走抄一平道，他省得绕那一圈。就是楼梯迈着栏杆哈，一个两个三个，啊，很轻盈啊，夸夸，他瘦了，到尽头这个，哎呦我的妈呀，啊，10多米呀、啊，了不得，飙住了，哦，啊，开始是飙住了，啊、嗯，到最后就坚持不住了，没劲儿了，掉下去了，嗯啊，还不错，嗯啊，当然他那同伴那天都吓傻了啊，那可不，也不哪个记者缺德问啊，到底是因为感情还是工作？啊，嗨。他拿话往那儿领他，你要说别人啊要自杀、嗯，我真相信。嗯，张云雷门儿发场上都得跑，嚯，怕死，活得可在意了。哦，感冒都能变就2天，我可别死了呀！嗨，张云雷惜命、啊，这根头发没捋顺，嗯，能耽误2钟头捋这一根头发，揪下去好不好？捋顺才往外走呢。嗯、哦，你要说感情上。喜欢他的小姑娘实车的哟，嚯，天天为他啊，打得跟什么似的。嗯，说感情上他不会有事的。哎，那小姑娘有事儿，那是对。嗨，这叫什么话？事业上也不可能有事儿啊。嗯，对吧？《笑傲江湖》刚录完，对呀、啊，紧跟着按照我们的计划，后边《欢乐喜剧人》。对呀、啊，然后转过年去，他主演的电影是、嗯、一步一步安排挺好，凭什么去死去？就是，嗯、所以这个玩意儿，你既在江湖内，就是薄命人，可不。啊，你干这行为什么要干这行？对你来说是工作是吃饭，嗯，对人家来说就是说着玩儿，哦，所以我们这行时间长了也不拿这当回事儿，嗯，就是你说什么说什么吧，说呗，啊，你看今天很高兴，那当然了，今天过节，我是爷爷啊，哪儿你叫爷爷，哪儿出了那么一句，你叫爷爷，我是师爷，你是谁师爷，你得说清楚，他们是师爷，那您是徒弟收徒弟，刚才介绍这是奶奶啊，对吧？嗨。没有、啊、那是二奶哎哎咱们要不包他吧嗯这包谁呀、啊、我们老三口啊说实在的老三口
一到我这就拐弯你好开心呢、啊、就是高兴，挺高兴的。嗯，天人进口是好事，没错。今天这样，嗯，我说出来你们两个不许驳我啊。怎么您高兴您说、啊、对对对，什么毛病啊，有事儿你说，要吃奶是怎么着、啊、哪儿有奶啊，啊有吗，哪儿有奶啊，我是二奶，我琢磨没有，没有啊，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吃奶有，别商量了，你这没有，没有，到底是有吗，我觉得这边没有，这边哪边都没有，哪边有啊，哪边都没有、啊、没有了 啊, 啊，没有，压根儿也没有，来晚了，你看、哦、来晚了、啊、你看早也没有，吃完了，今儿早上就没了。哎，嗨，谁吃的？行了，我跟您说 啊, 啊, 啊，有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啊？对对，我就说，对，我挺高兴，就是待会儿您要干嘛？演完了，咱们聚会聚会。那这好事儿、啊，瞧这有您这句话好啊。就是你看，平时我也不喝酒，但今儿高兴，咱们喝两杯。您少喝就行，这庆祝一下，完您要喝口酒，啊、今儿庆祝一下 啊, 啊，这好事儿，好不好？是不是好事，好难得。你要说北京喝没意思，我带你们上南京喝去。哎，这算了，哎、算了、嗯，算了，非得那儿的酒劲儿大。哎，找一平地儿，咱们踏踏实实喝会儿。哎，嗯，好吧。咱们喝会子。对，庆祝庆祝，咱也行，别叫那么些人。嗯，咱自己人呗，乱是不是？是是是。再一个人少呢，就是少花点。哎，你这什么话，你到底想不想请客、啊、我想请，我想请你们俩。哦，咱仨人吃饭，仨喝去。好好行行行吧，可以可以可以。老高是吗？我没事儿，有事儿也推啊。哎，这绝对没，大半夜喝点啊。就是就是说了，这完事我们仨喝酒。好好好，哎，咱们是外头吃是家里吃？哎，咱要想吃点好的，咱就上外头吃。哎，外边好，外边可选择的余地也多。就是有时候出门演出，一说又晚上吃夜宵，有时候愁得慌。嗯。外边不是每一个城市都跟北京似的，对，有的地儿一到晚上就五点半，全城都关门。哎，关门早，太早了，这也。说这意思啊，说这意思啊。嗯。北京城想吃什么都有啊，对，那是通宵的夜市，哎，都有。嗯，好嘞，太棒了，外边吃，外边吃。但是咱丑话说前面，什么呀？外边有外边的不好。怎么呢？外边是东西脏。哦，说这个地方做饭它不讲究，对对，唱戏别看后墙，嗯啊，吃饭别看厨房，哎，这没办法，这食品安全问题。那个你说地沟油这解决得了吗？保不齐，那保不齐就有。那个菜那个叶黄的，家里咱那掐饭馆管理那个，那就给搁进去了，也没成本呢。有的那个肉眼睁过期，他还用，他自己还有坏，有啊，厨子手都烂了，嚯，抓着脑袋夸夸炒菜，哎呀，端碗酸辣汤上来，你还以为。胡椒面其实头皮屑，哎呀呵，不哪有这个饭馆？别说这个，多恶心！不，这不都你说的吗？这谁说的这个呀？可气啊！我就说这意思，就是脏还没事，啊、吃半截那儿喝多打起来了，那危险了。你这刚点碗面，是、啊、一口没吃，那儿掏出枪，哎呦我，这死人啪就扎你这面碗里边。哎，你说咱实话实说啊，咱退一万步说，啊、这碗面，你说你结账他结账。嗯，嗨，我先说说这人不是我烫死的就行。呵，行吗？啊，扒拉开把这面吃了，我也得。啊，所以说有时候外边吃它还是有危险。哎，反正各有利弊吧，反正。还真是不如说家里边，那你看热热乎乎，那就别外头。那还咱还家里啊？家里呗。家里啊。家里干净。行，说这么热闹，这外边就没法吃。行行，哎呀，是不是、啊？我跟你说，吃不吃哪儿吃其实并不重要，就是啊，不说吃不吃重要，聊会儿天，哪儿吃家里选择，家里可以，那就高峰家里。哎，啊、高峰家里啊，不这谁要请客呀？高峰家里，咱这样夜里边你别跟白天吃的好家伙那么丰盛犯不上，简单点也可以，对吧？啊，十个凉的，十个热的，嚯！来火锅，嗯，你再烤点串儿来，啊，行，咱仨呀，咱仨款款实实，这吃得了吗？这个，这撑死了这个，不是你老高，你这人不是你倒把他豁出去了。你说请客，你让我弄怎么、啊、不上你那儿？别上你请客，嗨啊 啊，又给你添麻烦了。哎呵，好上他那儿去，不上他那儿就得上我那儿是吗？行行啊，行，哎，这好，嗨，什么就认了，那就上于老师那儿啊，上你那儿，你那儿地儿宽敞。哎，他那倒是房子大，地儿宽敞，行，可以，那就别什么十个凉十个热，大半夜这二，哎，二十个凉的二十个热，哎，我翻一倍，对吧？俩火锅，俩火锅，好吧？你呀，等会儿啊，您请客，上您那儿去，对呀、啊，您今天徒弟收徒弟啊，是明白吗？您收徒孙儿，行，好吧？你老上我，怎么到他这儿他不来了？您这上我这上可以一样。
就是我那还有中午剩的半碗素片汤。哎，好，吃片汤都吃素的，您仨人吃那剩的素片汤啊？啊，兑点水，对吧？没听说过，兑点水做开，来点酱油，咸丝丝啊。哎，您啊，我那还有啊，爆烟萝卜皮，呵，嘿，都没有，哎、爆烟的啊，呵，别吧唧嘴了，那玩意儿吃不到哪儿去。咱滴的这么三滴，两滴的香油，就一滴还省呢。过日子太仔细了，然后啊，让高峰出去烤点串儿，哎啊，谦儿呢搬两箱酒，还上我们家去得了，那就还是得我们上你们家也好，让嫂子弹唱歌舞。您啊，我们新疆好地方哪儿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家上新疆好地方，就这份心呐、啊，列位看见了吗？嗯，交朋友，交咱这样的，交哪样？知道吗？您亏心不亏心？我怎么了？哪儿啊？您说半天请客，就是哥俩这过还想这咱们一块热闹热闹。对，我这又烤串，他又买酒去，谁钢丝节知道吗？上我们家吃去像话吗？你不也一脑袋钢丝吗？哎，听说过，那一脑袋头发丝不是你，哎呀，您今天大喜的日子，谁花钱不重要啊？多新鲜，谁花钱不重要？现在这气氛，你也不能说了不算。我怎么没想到这俩人怎么这样呢？不是这样，咱这事儿得弄清楚了。这俩人搁一块200多岁，你说你们俩怎么了？这是什么叫200多岁？为顿饭，为顿饭，看见列位，看见了吧？干嘛呀？为顿饭急赤白脸，嘿，我这谁？咱做什么脚？你仨人谁急是白脸？我都替你们俩寒碜，我替你寒碜。不吃就吃，不吃就不吃，花钱不花钱并不重要。考不考试？这大谁说？压根儿也没说考试。哎呀，你说的请客，谁说的呀？你刚说的吃夜宵，那你说上你们家你烤串去？谁后来不改你们家了？你让我他说上他那吃吗？谁凭什么都你给说？哎，不吃了，不吃了，怎么了？上挺高兴的，一顿饭的事儿乱呢，你们俩可不是乱吗？行行行行行啊，拉倒了。拉倒了，什么就拉倒了，好不好？嗯，你说我花这么些钱，我图为什么？你多子花那么些钱了，真的？你什么时候说花钱？交朋友都寒心了，我告诉你，我们比你还寒心呢，真的吗？知道吗？啊，完事还落一个，他们就占完便宜，哎呦，这都是提上秋裤不认账的主，知道吗？行行行，我们吃饭脱衣裳干嘛？不是你吃过这亏是怎么？热，知道吗？哪儿啊？拉倒了，嗯，刚才算白说了，你压根儿你就说了，说我花了多少钱，不往回要了。废话，哪儿啊？你没花钱，拉走，就这么着啊。嗯，你们俩都没关系。你们俩是有那个成语叫有不什么来着？我忘了，反正是忘了。你提成语干嘛？我想起来，我再骂你们俩，告诉你们。哎，这叫什么人性？哎，我看你们俩好有一比，比从何来？好比不是厚道人。这话怎么讲啊？不像，什么乱七八糟？你还会说人话吗？你我这气得我都不行，不行的。我啥意思？好吧，就这儿吧。啊，再见，再见，再见，我走。什么？再见，再见。好些事儿，岳云鹏找我事儿，知道吗？你再见什么意思？不不，你这再见啊！你先等我问问你。不是你干嘛？再见什么意思？我你再见是什么意思？我就不跟你吃饭，我走啊，我有事儿。你要走？我很忙，岳云鹏找我事儿，知道吗？岳云鹏找你有事儿。岳云鹏啊，带我去拍戏去。你问问你，他都得带你拍戏了，你先。我找他去。还回来吗？还回来不回来？哎哎，我雇了几个发言人，是吧？我没问他们。坐那儿替我说不回来，对，问你还回来不回来？钢骨岔气，嗯，不回来了，打这儿开始不回来了，除非你跳下去，要不不回来了。我上南京，我等你去，知道吗？我接着你去。我没这么大梗劲儿，知道吗？我推你，打这儿开始不见我们了。你死不死你？告诉你，那因为咱们这咱有事儿，那就好办了。我可是好心好意，我说哎哎哎，不是哎，脱了，哎，你给我脱了，走吧，哎，脱了，哎嗨。你先，哎，你要干嘛？放下！我脱了。哪儿？什么乱七八糟？你这个没有啊？你这个没有，没有，肚大了。你怎么回事啊？那算谁的？哪儿？有事说事，你干嘛？你不是你们把这给我脱了？你要拦着我，告诉你啊，不行。我不拦着你们跳大秧歌干嘛？谁跳大秧歌？不就丰收了吗？我们俩你别把他放走了啊！把他放走了，我找你啊！我告诉你啊，你找我干嘛？怎么意思？他走就走吧，这今天他的节日，他走了，大伙儿一拍两散就完了，完了不行。他走我没意见。那你扒他马褂干嘛？废话，他穿那马褂是我的。我能让他走吗？我怎么不会？他穿的马褂是你的，多新鲜呢！你不信你问他去。不是，你也别着急，你别着急，别咱们别着急，能让他问清楚啊。
吃不吃的真无所谓的事儿啊，就嗨，别提吃。你说是不是？哎，我们气都气饱了。你说喂顿饭，你饭你先等会儿吧，哥们兄弟一场，好歹不是你哎，你先等会儿，问你个别的事儿。你说，您穿这马褂是谁的呀？因为我喜欢这个蓝色的这东西。因为什么？你要我真穿一红的，这个岁数你也知道不好看。你还穿红的？你要脸不要脸？哪儿啊？你就穿红的？穿红的有点……你先等会儿，我没问你这个喜欢蓝的，喜欢红的。是是。我问你现在穿这件马褂是谁的？不是你，别这么动手动脚的，你这哎，玩笑了啊！我怎么玩笑？我就警告你这一次。我招你惹不要再问了，知道吗？凭什么不问了？人家差点跟你打起来。我就问你，你说了，就穿的是谁的？是不是你的？到底是谁的？瞧你那没羞的样儿。我没羞的样儿。你说句实话。他的。啊，你穿这马褂啊，是他的。是。那你就给人家。又来了，你要凭这架势倒是能混上去马褂，你这不至于，你干嘛穿人家的？怎么了？不是你穿着马褂，你住口。穿着马褂给人拖起来了，凭什么呀？呼，你瞧你倒这凭什么呀？你倒真有理了，你穿人家的马褂怎么就凭什么？他万一弄脏了呢，是吧？他弄坏了弄撕了是人家的，跟你没关系，那就可惜了，就是吧？可惜也是他的东西，你不是。是，对对，你说的好像有理的样子，是不是？好像有理。对，是，我也不爱跟你争竞这个。你争竞得着吗？是他的，是他的，给人脱下。但是现在是不是穿在我的身上？穿在你身上也是人家的，你凭什么不给人家？凭什么给他？哎，我就这一句就问死你！凭什么给你？人得讲理啊，列位啊！人家穿这不像话呀，这个！你整个一特务！不是，东西是人家，我刚明白过，东西是人家，你凭什么不给人家？对呀，我能穿上就肯定他有道理呀。那你说说你这道理？你都多余问。我撑的合着，我这给你们劝架呢，你说说凭什么？是东西是他的，啊，走到天边咱得承认这是高峰，那就完了吗？但是水有源，树有根，你说说这他的东西为什么在我身上？嗯，他必有一个缘由啊。我听着呢，对不对？穿，不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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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啊！他给我拿租金了是怎么着？穿着我的衣裳怎么叫不白穿呢？掏钱了吗？对呀，你给人租金了吗？哎，这要谈钱就远了，没有钱，因为我心里拿他当朋友。人家也得拿你当朋友啊，你穿人家东西，你拿人当朋友，像话？这就是道德上的落差。我拿他当我兄弟一样，亲哥们儿有花钱的吗？对不对？不对，哎，嘿，听听。人家没拿您当朋友，现在往回要呢，你得说出来，你穿着有什么道理？怎么不白穿？首先说，我先问问你，我在乎这一件衣服吗？我哪知道啊？好话，好话啊！哎，首先说，我为什么要借这件衣服？就我问的就是这个。你走到街上，我问问你，嗯，见过街上还有穿这衣服的吗？就是没有，北京没有吧？啊，天津有没有？天津也没有。石家庄有吗？没有。山东、山西，你打的全问过来了。这个，这多少省市自治区？还有国外呢，是吧？啊，国外也别问了。为什么没有？完了啊！好么样，我穿这么一件，它必有缘由。你说呀，有人找我拍戏。啊，哎，好不好？哎，好不好？好什么呀？有人把你拍戏，你穿你的去。民国的戏，啊，郭老师您来一活吧，穿一长袍啊，穿一马褂。哦，知道您家里有一服装厂叫德云华服，人家都知道。您自个儿能做，对呀，啊。我们给您弄的也不合适，您也不在乎，嗯，您也不拿钱当回事儿，嗯。我说钱不叫事儿，哦。前些日子来一帮人上家搜出700万现金啊，对，对，这我们都知道，钱不叫事儿，那是知道吗？那是，说那就得了，嗯，那您自己准备一个马褂，
合身就好。好的，这很简单的事情，马上就可以安排厂子做一件。好啊，是不是？嗯，这会儿功夫我看了看剧本，说还剧本什么事？剧本提示让我穿着马褂，嗯，有一场雨戏。哦，下雨的戏。对，在雨里边跑。哦，我要做一件就湿了。那么你，他有一件啊？哦，我就上家去了，嗯，找他借的这件。你缺德不缺德呀？你我缺马褂。哎，去嗨！啊，好好好。到家啪啪啪一砸门，嗯，高峰那媳妇儿出来了。哦，他媳妇儿。哎，嗯，客爷您来了。哎，客爷呀，他媳妇儿能这么说话吗？阔爷您来了。怎么叫阔爷？就这嘴说相声，我最阔，叫阔爷。说您有钱呀。阔爷您来了，嘿，我说挺好的，弟妹跟家呢哈。嗯，高峰呢？是出去了。哦，外边快进来。什么人啊这？不是你媳妇儿也是？怎么这样？你别什么都信，知道吗？啊，进来之后把门关上，插好了，挂上帘儿。哦，我说弟妹，你什么事儿快说，让谦嫂看见不乐意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谁都往里卷了，可是也没跑了。我们三家是一家啊，没听说过。我说弟妹，咱可别闹，别玩笑啊！啊，这个小游戏可来不得啊！哪有游戏啊？这里我是来借这件马褂的。哦，他媳妇顺手就提了出来了。哥，您穿上吧。嗯、啊，来伸袖。呵，来这边，对，嗯，给系扣啊。哎呦嚯！哎，弄得我怪害臊，我都替你害臊。嗯，你呀、啊，挺开心。那是。哎。一边系扣一边说了，嗯，您老跟高峰在一块儿。是啊，高峰啊岁数越来越大了。哦，多新鲜，说话不挨着，一天到晚的、哦、这话天上一脚地上一脚，云山雾罩、嗯、弄弄让人家就一嘴给噎在那儿了。哟，回家来跟我们着急啊。您在外头经得多见得广，嗯，逢这个事儿您给他褶着点说、哦、啊，千不念万不念，嗯，还念咱们这点人情呢。我一听这话罢了，弟妹、嗯，踏踏实实的我走了、啊、这事儿装着心里边，别送，躺着你的、啊、我走了。躺着呢、哦、他给我系完扣他就躺下了。他是天也不早了，天也不早了。是，所以说我穿这件马褂，我替他在外边帮助很大，他说话云山雾罩都有我兜着呢。哦，这么回事。哎，您也别着急了啊，我再跟他解释解释，就别闹矛盾。对对啊，高峰把他放走，我找你要、啊、我放不走。这事儿我给你打得清楚了、嗯、人家穿这马褂真是不白穿。他给我拿钱了吗？嗨，谈不到钱。那怎么个交情？你想想是吧，这怎么不白穿？媳妇都躺着呢、哎、对吗？你别跟人撮合着，没怎么回事知道吗？啊，哪儿躺着？你说话云山雾罩，谁呀、啊、招三不招两，老让人给问住，知道吧？你媳妇在家着急，正好他上家去借这马褂，人说穿上，再有隔你的为难你的，他全都给你兜着。我说话云山雾罩。对呀、啊、天上一脚地一句，哪儿都不挨哪儿。他说的，你这是谁说的？他说的。这是他说的啊，等于我要是说出来不像话、嗯、他能给我褶着说，他给你往圆满了说，给我圆满着解答。对呀、啊、马褂他穿着不白穿啊，不白穿啊。你起来我问，你还问什么呀？我问都问完了。你干嘛？你干嘛？你老少息，这什么意思？你这叫少息吗？这立正立正，这马褂你不能老穿着吧，你得有个日子吧。多的给我，说吧，你先说多的给我。岳云鹏啊过完100岁生日，我把这件给你送到坟上去。行行行，他35都活不到，知道吗？还100岁，我等多少年呢？我呀不行，怎么又多一岁？不行、嗯、下礼拜给我送去行吗？下礼拜几？今儿礼拜几？今儿礼拜二，下礼拜二给我送去。下礼拜三吧，好吧。你说这种人，这正经劲儿的。下礼拜三。行，礼拜三、啊，礼拜三给我送去。礼拜三早上7点给我送家去，行吗？别，晚上12点。有晚上12点送马褂的吗？我这拿马褂就是晚上12点。去、啊，躺着呢吗？哪儿的事儿、嗯？您别跟人捣乱嘛，这不是？嗯。上午10点。下午3点。你这人，你11点，12点半，是12点10分，12点15分，是13分，14分，13分半，14分，13分半，就这一分钟还正经什么呀？你
就那天给你送过去。行行，那天送去，我告诉你，穿的时候你在意点，在意着呢。这都是这浮土，什么浮土啊？你在意打吗？就没了、啊、行了，都是尿角儿，才尿角儿没有。行，怎么着？注意点意，咱还要多注意。我最喜欢这件儿，你喜欢这件儿，你给他，你就给他了，就他媳妇给我的。给时候我都不知道，你那是你没在家我才去似的。别跟他，你给他了就完。行行，让他先穿着。他说我云山雾罩，他不说呢。马褂这没关系，给他就不要了，我也不心疼。他家有钱，我家也不是没钱呢。哦，您家也富裕是吗？这玩意儿家里有一万多件呢，一万种不同颜色的。说话就来劲，哎、这怎么就来劲呢？不、啊、是你要我送你两打？哎、我别去，你看看这怕什么？这有的是，一万多件，哎，色儿都不一样，一万多种颜色，服不服？有那么些颜色吗？我自己配呀、啊，自己配呀、啊。你看看上面这色儿，下面那色儿。行不行啊？花马褂，你看看要吗？给你俩，不要不要。咱家里有的是钱，这个咱不在乎啊。啊、嗯、啊、嗯，咱不在乎。但是有一样，嗯，家里有这么些钱是有这么些钱。怎么样？祖上留下来的。哦，都是传下来的。哎，我这个岁数，我打一出生就挣钱，能挣多少年钱呀、啊？那倒也是，有限。您说的，家里边祖上比较有钱。哦，你比如说吧，我父亲。哦，我祖父，嚯，我曾祖，哎呦，再往上咱就是我祖宗啊，这些人吧，嗯，家里头都有钱，尤其是我爷爷，哦，到您爷爷那辈儿，呵，打他这儿开始大富大贵，有钱人，哦，打他那儿发的迹，对，哦，您别往歪处想啊，没有别的，没有别的，我脖子往歪处想，你看看，我怕您胡琢磨，怎么突然就有钱了，没别的，啊，劳动人民出身。劳动人民出哎，劳动人民大富大贵，哎，你瞧，你瞧，新鲜不新鲜？这我不知道，这劳动人民还能，当然了，大富大贵，当然是了啊！我爷爷，您别笑，说出来您别笑话啊！啊，我也不答应。过去，你不用你答应干嘛、啊？你就说呗，你这过去是干什么？您知道吗？您说，拉那个人力车的，对对，你看拉人力车的劳动人民啊，大富大贵，你怎么了？怎么挣钱了？你看拉活拉得好啊，每行每业它不一样啊，行行出状元呢，行行出状元也不能挣那么些钱，还大富大贵。拉人力车那是咱不、咱不是贬低人，最底层的这个劳动了，劳动人民啊，他这个跟别人不一样啊，能一样吗？怎么？我爷爷拉这个人力车啊，你别看他没有腿啊，啊，但是呢，你先等一会儿吧。他这车拉起来特别快，唰唰唰唰唰。这么，你先等。嗯，你爷爷拉人力车的，对，没有腿，俩腿都没有。我知道没有腿，但是在马路上一走，远远就能看见。呵，高人一头，这人比谁都高半头。比你等会儿，没腿拉车咱不说，还比谁都高半头，挣的还多呢。这啊，他一人能挣俩人钱，要不他能大富大贵？你我哎呦，没听明白。我爷爷有钱，你啊是，我领你见去。哎、我啊别去，我不是你爷爷大富大贵啊，拉人力车的，拉车挣的，没有腿，俩腿都没有，嚯、哦，还挣那么些钱，一人挣俩人钱，哎，高人一喝了，大高个，你胡沁呢吧你？你这没腿都比别人高，哪儿啊？你是云山雾罩的，他我没白说你。我说这个你不信呢、啊？我是不信啊。哼，这事儿他有人知道啊？谁知道啊？问他去。怎么？他知道啊？哎，你问他去呀、啊。好吧。哎，先生。行，我不用这么细致，不用这么细致 啊。哎，有点什么时候就脱了呢？嗯嗯。我问问您啊。哎，你说。有那么老头啊，哎哎，你先别看那个了，啊、你说我答应人干干净净的啊。是有那么一老头啊、嗯，大富大贵，特别有钱，有钱有钱呗，拉人力车的，哎啊，拉人力车的发了财了，这人还没有腿啊，比谁都高，一人挣好些钱，一人挣俩人钱。你他拉人力车，你给我住，大大你住口，住口吧，你住口吧，啊、住口吧，拉洋车的，对，大富大贵是，拉洋车大富大贵，怎么你怎么了？你要死你、啊、我要死干嘛？胡说八道呢！但是眼睁人就拉了，就你去快去找地儿拉去吧，你快啊！你就是撑着撑着，脱脱脱了，脱了，哎，脱了，就说好了吗？下礼拜三，说好什么下礼拜三呢？怎么着？没腿拉洋车，特别有钱，大高个儿，这事儿你不知道吗？嗯？哦，这事儿是他说的，没有。有哦，
你看看。哦，有怎么样？有怎么样？好，有就好办了。咱能胡说吗？好好好，当然有，有就好办啊。那我就问问您吧，怎么他就拉人力车的大富大贵？天可不早了，是回家瞧瞧去。对，我上哪儿瞧去？嗯，你就是我跟你说，你知道，你就是太好事儿，真的不是好事儿，聊出来啊。是，你说说，你不是知道吗？有，哎，这你说这啊，怎么就大富大贵？老高家哈，嗯，他爷爷，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很正常，嗯，很正常，因为谁家也不可能说坐根儿就有钱，多新鲜！他一定是啊，就是慢慢的努力，不管你是经商的、为患的、做买的、做卖的，是不是？哎，慢慢熬，先说慢慢熬，熬到有钱，这是不是很可能的事情？可能是有，这相信不相信？这我信，他信了啊！哎，什么我就信了呀？哪儿我就信，我说拉人力车的直接人就大富大贵了，怎么回事啊？拉人力车啊，而且没腿，这是个技术问题，这个没腿，腿哪儿去了呢？我哪知道，打南京跳去了。哎，不是，拉洋车跳去了，把腿跳掉了吗？嗯，拉洋车发财，没腿发财倒是好说。嗯，没腿怎么办呢？没腿哦，来地出溜啊，就俩腿，腿就剩一寸。嗯，个儿比谁都高，个儿还比谁都高啊！你这对了，大高个儿嘛，人这东西严谨，你知道吗？还得高一头。你就挣钱还多呢，啊！哎哎哎，要不能发财吗？早知道借马棍那天我就住那儿了。哎，报仇来了你这。这个玩意儿，这个，嗯，他这就讲道理。对，您讲讲这道理。哎，这事儿闹的啊！嗯，这个老高家，嗯，因为他们家他是。他们家挺确实是挺有钱，因为不光是他这辈儿啊，富贵无三辈儿，但他这确实从上辈儿就有钱吧，老高。嗯，好几辈儿了，好几辈儿啊。他爷爷这辈儿发的迹，对，就因为拉着人力车。那就说他曾祖还没有这么多钱。哎，对啊，他曾祖呢也是一个挺可爱的一个老爷子。你说他曾祖啊，我也很尊重啊，也虽然说没见过吧，但是认识吗？但是我也听别人没有提到过他。哦，没提到过就别说，都没见过。他曾祖呢，就是他曾祖当然是希望他祖父好，是谁都希望这是根儿啊，一定得有这个啊。哦，把这记住了。对啊对呀 啊等着怎么着，那曾祖啊就跟他祖父就得说这话啊。儿子啊，我这叫你呢。这叫谁呢？冲着你说的。那不对，你就就是就说这他曾祖跟他祖父就说吧哈。嗯，说儿子啊，这个你得成家立业了，嗯，这都得有，大户人家都得有这个啊。哦，哎，哦，就刚编到这儿，这也是，编不下去了。后边呢？就是你得成家立业，你得，啊，你得娶个媳妇吧？哦，对，对不对？你得娶个媳妇成一家人吧，是吧？对，你不能像我似的，我这一辈子没沾过女人的边儿啊。然后呢，那怎么有的这儿子呀？这是。啊，不行，就不能再说，再说他曾祖有媳妇，这个难度太大了。这个，那没媳妇，后边这人也没有。有，他云山雾罩的有啊。这个孩子，你哪来的呢？嗯，你是小的时候啊，有一天早晨一开门啊，家门口停辆洋车，你是那洋车上放着一孩子，哎，人家不知谁送给我的啊。送孩子呀？对，送孩子，送洋车啊。嗯，完事呢，我就跟你爷俩就一块儿活到现在。那么现在你长大了。长大之后你得成家立业，嗯，成家立业你得娶个媳妇儿，哦，我给你已经说好了一家人家，嗯，这家人挺有钱，嚯，哦，哎，顺不顺？顺不顺？顺啊！哎啊，顺是顺啊，是这没腿拉洋车可没提，您知道吗？还没到呢。现在开始，爸爸给你介绍一家人家，嗯，找了一姑娘要跟你结婚，哦，他祖父就不能一上来就答应。因为一上来答应的话，他就没有后边的事儿，是吧？是。说不行啊，说我要先立业后成家。我问你，啊，没腿怎么拉洋车？你我都不着急，你着什么？一会儿就到了，啊。废话。说这个，我现在不希望结婚啊，因为现在我的事业还没有成功。嗯，你瞧，这还这样。你要事业成功哦，而且我也不希望找女方什么大户人家。哦，这样的话呢，我显得我好像攀龙附凤。我希望找一个家境一般的，
于是他曾祖就说了、嗯、孩子，方圆500里地没有比咱家穷的了。哎，嚯、哦，哦，感觉他们家最穷了是吗？啊，就所以嘛，所以哎，对了，咱家最穷。嗯，所以他祖父就说：“那我得努力啊，对，我要有我的志愿啊，在墙上写自己的志愿。志愿是什么呀？第一、啊，成为亚洲首富。嚯，第二，拥有澳大利亚。嚯，我的妈！第三，嗯、啊，全世界的钻石都是我的。哎呦妈！第四，嗯，拉洋车。哎，这什么玩意儿？这是。这仨大岔离格，天上一脚地上一脚，你说我先从哪个开始干？您说呢？拉洋车。哎，你只能从拉洋车开始干，权衡利弊、啊、因为家里只有一辆洋车，还是人送的。对，嗯，一辆洋车。你祖父他从小由于特殊原因，怎么着？没有腿啊。哎，对，没有，俩没腿。其实他不是没腿，他是腿、腿短点是吧？啊，一哈来长的腿。哎，这不是这吧？一哈也能慢慢往前倒啊，也行，反正倒入没腿，跑不了多快就拧了呗。也甭跑了，一扎多长还跑什么？鞋大呀，没听说、嗯、就没有腿，一哈来长。你有点难点我跟你说。你给一口也行啊，不不，一口好慢慢长是吧？你不是看见了吗？没有没有，对对对对对，你不是知道？我是他没有一点腿都没有，一丁点都没有，没有腿，哎，胸口就挨着地了，知道吗？嚯，那活趴地下了那是？不是，这有腿就大腿根就没有了，哎，对对对，那大腿根没他爷爷没穿过裤子，嗯，永远是一管这干嘛？永远是一裤衩你知道吗？永远是一裤衩，他是一包袱皮儿，你也甭管啊！是是是是，你就说说为什么没腿拉洋车、哎？这大天热，图什么许的？我跟你说，说的就是，嗯，这没有腿，没有腿呢，没有腿也要出车，对，没有腿走啊！因为他立志要出车拉洋车吗？他废话，他立志就能拉。早晨起来吃完早点，洋车夸十字路口一放，啊，把他祖父夸往车上一放，对，坐在这儿、嗯，傲视天下，看车去了那是。你知道吗？那不是拉车。无论谁过来，西单去吗？啊，不去。哦，东四去吗？嗯，不去。废话。嗯，一坐坐一天，天黑了，连人带车送回来了。哎，这还是看车去了。这是所以说他怎么拉一个车？说的是拉车。嗯、他还得拉车，跑吧，跑吧，特别快，多心，特别快，特别快，钱快。哎呀，炸、啊！哎呀，拉车快呀！要不他挣钱多，为什么？为什么他快？他还比别人高一头是吧？哎呵，大高个儿，他没有腿，没腿都比别人高，他跑不了。哎，但是他能窜呐！啊，窜呐！嗯、哎，行了行了，那坐车的受得了吗？那个、啊、这窜还怎么拉车呀？窜呐，高人一头嘛！啊，是个废话，你窜完了后边这人就遮出去了，知道吗？他万一这车拉出去压切面也挺好啊，没事，那就专压切面。人说拉车都对呀，哎呀，这个怨谁？他怨我，不怨我，怨也不怨老，怨你曾祖啊？怎么？怨你曾祖？哎呀，这哎呀，他怎么能让他出去拉车去呢？是不是？是是，没腿没腿，怎么能拉车？梦想，拉车还得高人一头，嗯，还得挣好些钱。对你来，最少得双份吧？是不是？知道不知道？你到底？哎呀，挣双份钱还得拉车，还得跑得快，还得能干活能挣钱，还得比别人高一头，还。哎呀，他，你说你曾祖这个他是怎么想的？你曾祖什么吓的？这怎么想的？你说，啊，你曾祖简直就是我告诉你，就是个瞎子。这，哎，啊，怎么了你？你要死了是怎么？你趟地雷上了。他曾祖眼睛有问题，眼睛有。别抓！怎么着？说话乱了啊！他曾祖啊，啊，双目失明。看不见，没腿在双目失明。你曾祖双目失明，你祖父没有腿，爷俩一块儿出车呀。你家的俩残疾啊？曾祖背着你祖父，对，啊，这底下这也看不见，哦，看不见，但是他能跑啊，哦，上面没腿，没腿揽着车把呀，指挥呀，左右，哎，俩人挪一块儿，可不高一头呗？别人一份车钱，他俩人出车，可不两份呗？哦，就这么发了财，对不对？哎呀，没想到！哎呀，来来来，哎呀，你看你如此轻松的回答呀，啊，这个哎哎，孙子说话有良心啊！你把这个事儿说的来，我想也是这意思嘛。那你可没底给我呀？对对对，你努个嘴眨么眼我也知道啊。哎呀，对对，你和你说太好了。哦，这是个办法是不是？哎，简而明说的，你看看底下这这样啊，嗯，上面这样。行了行行，哦，对，就是这种姿势，是不是？哎，你说还这种姿势，俩人前，哎，啊，高人一头啊，行，还陶醉呢。哎呀，我的天哪，说得好，
说得好，还说得好，瞎子背一稻草人满世界跑，就俩疙瘩拉车把，你这那不就创意吗？我觉得今天咱们可以到这里，别天不早，我有点累了，别讲、啊，累还行啊，这好事，我们俩聊。马褂你多穿些日子，穿一年，怎么样？不是你还才一年，你这你那戏马上拍完了，你穿这身，你照点照片啊，这不也好看吗？你先穿一年。先好不好？哎，那个我们再聊会儿。不，你别聊会儿天，别聊了。哎，我们聊会儿，拦着我们啊！我们聊会儿，你先歇会儿，养精蓄锐。还聊啊？啊！好家伙，他是这意思，您明白了吧？我明白了。他俩人是全是残疾。哎，这您别笑话啊！我不笑话。没有腿，嗯，特别高。就我这模还能不笑话吗？哎，不是，您知道这事儿，那就算行了。得嘞。哎，其实我这个太难理解。是他这不说得很清楚吗？啊，您不也听明白了吗？这倒是明白了，啊，就是这么回事儿。哦，这是我胡说吗？不是吧？哦，哎，我们家这个人物啊，都挺奇特，都挺传奇，都挺奇特。你看我曾祖跟我祖父俩人一块拉车，全世界您说有吗？哦，不行，想都想不出来。你新鲜不新鲜？新鲜了。要不说他新鲜呢？嗯，我本人啊，我本人比他们还新鲜。您又出什么事儿了？又出这回好事啊！啊，大喜事儿。什么喜事儿？跟他今儿一样啊，天人进口。哦，您是收徒？不，比收徒还高兴。那我呀，啊，得了一个儿子。嘿，好事吧？这得给您道喜。这是正常交流，这好事吧？天人进口。哎，是，马上到日子都上医院呢。对呀，到医院了之后，我往这个手术床上这么一躺啊，我告诉你啊，一点不疼啊，有麻药，打上麻药之后，一会儿的功夫，嘿。孩子来了，叫唤特别好听。你先，我学孩子叫啊。你不用学孩子叫了，这伤口定现在还疼呢。行了。啊？你要干嘛？我要不干嘛了？你生孩子了？对呀，我有。你没儿子是怎么着？我有儿子也不是我亲生啊。啊，是我亲生啊。这就对了吗？这那是我媳妇儿生啊，也不能是大老爷们儿是上那儿。哎呀，你不男女平等？没听说过，这地方不能搞男女平等。这怎么不能？眼睁我这伤口现在还疼呢。你哪儿就伤口现在？男老爷们生孩子，我头回听说。打麻药了？那么打麻药也生不出来？你纯粹满嘴胡沁。哪儿？我这伤口生孩子，这你不相信呢？废话，我能相信吗？我不信，不信，问他去呀。他知道，哎，他这汉子还没落下去呢。我管那干嘛？行，真够狠的啊！哎，来，您过来吧。俩人啊啊，一没腿一没眼。哎，嗨，不是，行了，高人一头。得了，不是那事儿了，嘿，省双份钱。哎，哪儿都能去，东单也行。不用，我知道、哎、啊。哎，东单西四鼓楼前都行、哎。东单西四鼓楼前、啊、不是，别唱。哎，你说，不是这么回事了啊、哦？又来了新题目了。啊，要啊！您听着 啊，大老爷们儿啊，男的，嗯，生了一孩子，打麻药了，到现在伤口还疼呢。哎，你说的真是人话呀？啊，不是我说的，你 这话又响又不臭啊！哎，这叫什么？我这放屁呢？是怎么着？不是胡沁吗？这不就是啊？可不是胡沁，就没有这个事。我就没听说过有男的生孩子。哪儿有男的生孩子？脱！不加，干嘛你又？怎么又动手啊？不说好了没腿吗？这怎么没腿是没腿的事儿啊？这啊，这我啊生了一孩子，我这伤口现在还疼呢。这事儿你不知道吗？这事儿是他说的。没有，有。怎么样？好，怎么样？这嘿，太好了，我就喜欢这干梗倔的。这姐妹儿嘛，有就好。您聊聊吧，男的生孩子、嗯、怎么生的？哼、嗯、哼，您也可以想想。哎，对，因为这个问题呢，我是打算从两个方面来讲。哟呵，还很全面，你知道吗？第一呢，是从这个科学发展观上来啊讨论。哦。第二呢，它是和这个社会关系是有些牵连的。还有社会关系。第三呢，是华北地区的水域问题。哦。第四来说呢，您到底想说几点呀？您刚才就说从两点分析的。谁呀？您啊？你说我说。你说我说。你说啊。你也是。我说你大茬干嘛？听他说过。到底是几点？我知道是几点呀。你不知道，你拦着我。
您说的两点啊，你以为我乐意说这个了？我对这个问题根本我就不感兴趣。哎，对，我瞧出您不感兴趣来了。那个，您聊吧。这个问题就好玩了哈。对呀，男人生孩子，嗯，是。啊，多恨得很啊，这是。因为咱们知道，一般来说都是女人生孩子，对哈，没错。你比如说谦儿哥有孩子，有儿子吧？有啊，不是他亲生的。是。啊，谢谢大家的台，这个那么说，男人生孩子这就好奇怪，因为我们也看过一些书，古往今来，也不见得每个人都是这个人生父母养。哎，这叫什么话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知道，历史上有一个小英雄，谁呀？叫哪吒。到他这儿，哪吒改小英雄了，一个可爱的小英雄啊！是哪吒。哪吒，我们看到原文里边提到，他是莲花、荷叶还有藕拼的，对，对不对？传说是这样。你看看，他这个东西无风不起浪，甚至包括孙悟空。啊，对，孙悟空都知道吧？是，西游记啊，孙悟空啊，这是孙悟空啊，这是猪八戒啊，这是孙悟空啊，孙悟空哪来的？哪来的？一块大石头，哎呦，看见了吗？我看什么呀？孙悟空出来了，啊，就是石猴。如果说石头是他的母亲，那么他的父亲是谁？说这还真是可以琢磨研究。西游记看过没有？西游记我看，这是一个大问题。嗯，到底那个人对石头做了些什么？什么乱七八糟？这是西游记里说的吗？研究的问题吗？啊，就没在那儿，你就这比划一下就完了，还这。啊，又一个啊，孙悟空。为什么叫孙悟空？哎，这还耶。回答上来吗？这个好回答呀。什么？就是出了一个小猢狲。西游记是这么写的啊，出来小猢狲，对，自己人姓孙吧。啊，为什么不姓胡？我都没听说过孙悟空姓胡的。胡悟空，哎，胡悟空，对吧？没有过啊。姓胡怎么了？不丢人呢。啊，古往今来姓胡出了多少个名人呢？是吗？元朝末年，有一位将军叫胡大海啊，这有跟常遇春、跟朱元璋打仗来，是大英雄胡大海，姓胡吧？啊，不丢人，这是清朝。对，胡雪岩，哎嚯，那更是名家，对吧？元朝。对，忽必烈。啊，嘿，尤其这忽必烈啊，忽必烈呀，哎，没听错，忽必烈，这嘿，哥好几，忽必烈、忽必说是吧？不，行，忽必来，行，没听说，说有拐弯，忽必烈，有口音，有口音，你知道吗？谁有口音？您先甭说蒙古字儿，他翻译就是胡必烈。哎，您先别说这胡必烈，就说说这男的，胡必说、胡必来这几个人。你先说说这男的怎么生孩子、就你这个记性，直一嘴巴。哎，这孩子，咱有点没意思，真不就不是没意思。我听着这，我都给你讲了原始，你还问这？我那胡必烈没有，别提胡必烈。胡必烈，你别提这个，别人不提啊。你说我不提这个，你根本就到不了那个问题。透过现象也看不到什么，是吧？看不到什么，你能看。忽必烈很厉害，他的祖父叫铁木真啊，这是说对了，哎，对吗？哎，对，他祖父铁木真，没腿，哎，拉洋车，我是这忽必烈，把大元帝朝拿洋车拉出来，行，愣拽呀，这两件事。您这有点不像话，有点不讲理了啊！废话，哪儿就没腿？对呀、啊，这个叫胡必烈，胡必烈祖父叫铁木真、啊，铁木真其实也是谣传，什么？本名叫铁木儿，知道吗？哎、没听说，不对吗？哪儿铁木真？好吧，这都过去了，都不重要啊，都不重要啊。关键重要的就是说，为什么男人生孩子？对，对不对？废话，我刚要提醒你，知道吗？公鸡下蛋，母鸡打鸣，铁树开花，老爷们生孩子。对了，四大人世间四大吉兆，对不对？吉兆，对了，有的是吉兆。哎，对，招多的吉，那错不了。嗯，这个四大名著也都写过这个啊、嗯。那么说落到高峰身上，为什么？就您说吧。高峰是天津人，这跟籍贯有什么关系？你看看啊，天津什么地方？
九河下哨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是是退海之地。哦，就当年那个地儿是大海，后来海下去露出平地来了。哎，有人居住。为什么叫天津呢？嗯，哎，皇上从那儿过，天子渡金之处。哦，渡口叫天津。嗯，是。哎，高峰就是那儿人。男的怎么生孩子？别着急啊。嗯嗯，这个海下去露出平地来了。哦，嗯，平地上有一块石头。哦，哎，这孙悟空出来了。孙悟空天津人感觉。不不不，嘿，怎么意思您这？行，不用摆姿势啊！你说说，男人生孩子，有海边有块石头、啊、高峰跟他媳妇儿在石头这儿，嗯，谈情说爱。哦，那是他们认识的地方，对，行吗，老高？哎，可以，行啊，还真是在那儿啊，真是就那儿。哦，啊他妈谁知道？哎，这是蒙出来的，合着是大石头。嗯，高峰跟他媳妇儿俩手拉手。啊、面对着苍天、啊、面对大海对面对这石头、嗯、情比金坚两人发誓发什么誓老天爷在上、嗯、我高峰、哦、媳妇儿这儿赖着他、嗯、我铁木儿哎这好嘛什么名字跟铁木真还是有关系他媳妇儿叫木耳哎没听说过谁名字叫木耳姓木啊这个说相声木祥林的木你提木祥林干嘛木祥林你媳妇儿叫木耳小名叫阿铁好吧哎好还是铁木耳、嗯、我高峰我阿铁阿铁干嘛啊嗯我们俩好好过日子哎甭管叫什么对吧嗯一拜天地哦二拜高堂是、嗯、夫妻对拜嗯就地洞房哎好嘛没听说过、啊、俩人海葬去了上那这不是说怎么叫就地洞房扎海里了是怎么着不是人家这对对对对旅游嘛有那石头旅游结婚嘛旅游嘛就全世界巡游嘛全世界非上那儿去这头一站叙利亚是不是啊、嗯、一看没死了得了、啊、咱们奔意大利吧是吧哎作死去了到意大利人震完了 啊俩人没辙了就回天津海边哦哎海景房啊哦也海景房跟海景房仨月没离海景房啊仨月两口子没下炕嚯、哦，3月、嗯、啊，3月之后，工作人员进去给俩人抬出来。哎，好嘛，还有工作人员了。嗯，抬出来，木耳怀孕了。我这个那是不怀孕都亏这3月了。嗯，就交房钱不能白交，知道吗？哎，对，两口子高兴啊。嗯，他生一闺女呢，就叫金针菇啊，不是，就叫平菇口蘑，叫香菇。哎，反正是生一男孩叫金针菇吧。啊，有寓意，好听一点。哎，这没有寓意。哎呀，反正就是快了，肚子就大了呗，啊、就是吧？怀孕了吗？怀孕了，就怀孕了。啊，怀孕就生孩子吧。生吧。嗯，我想想啊，他生孩子，您使什么劲呢？嗯，替他开心，你知道吗？哎、这生孩子。啊，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哎，到这天预产期到。哦，高峰的媳妇儿肚子疼。木耳说：“我肚子疼，我害怕。”哦，高峰说：“那就打了吧。”啊，没听说，混蛋吗？这不是，怀孕了肚子疼就打了，疼媳妇呗啊？这是疼媳妇。以后还有机会呢，海景房咱还可以去呢，是吧？哎、行了，啊，媳妇说别费那个劲了，是吧？啊，以旧就要了吧，多新鲜！想当年啊，家里条件不好，要送媳妇上医院，得叫一三轮车。哦，铺上被窝褥子，这孕妇躺好了拉去。是，现在家都有钱了，嗯，高峰叫一三蹦子来，哎，也没好哪儿去，叫俩三蹦子，俩管着媳妇一个，他一个，哦，上了这车，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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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家伙，就奔医院去了。那是，哎呀，高峰着急呀，嗯，下了车往里边就来了，哦，一进门，嗯，一进门大夫坐那儿正闭目养神呢，哦，没事儿干，大夫养神，嗯，手里拿一杯清水，哦，水蹲在这儿，大夫闭目养神，嗯，高峰进来了，哎呀。大夫，嗯，大夫真着急。大夫不着急，大夫看看他。嗯，我睁一只眼。什么事儿啊？大夫，外里人，我媳妇要生孩子了，是真急。哎，你受累吧。是。瞧这大夫啊，要死这大夫这是。别着急呀、啊。怎么不着急呀、啊？高峰急的呀，汗，嗓子也干呢。啊，把这杯抄起来了。啊。他先印印嗓子。哎，大夫，嗯，您受累吧，您别睡觉，我们要出人命了。睁眼看看，哎，这个，哎，嗯，怎么了？我那杯水呢？他喝了，我喝了啊。那是泡我那假眼的那水啊。哎，好家伙，我说睁一眼闭一眼的，感觉一假的摘下去了是吗？啊，您可记住了啊。一个眼的是这大夫，嗯，俩眼的是他曾祖。没腿的那个
又来了，别提这俩眼睛，怕人分不清楚。就提这大夫就行了啊！高峰就觉得眼睛在肚子里咕噜噜咕噜噜，大夫，我要生孩子，这怎么办呢？就是，这说那你上医院呢？对呀、啊，我们这是心理诊所呀。哎，好，去错了，哎、这三蹦子。高峰气的，嗯啊，出门就跑。哦，哎，斜对门就是医院吧？赶紧去。你记错了，你没做手术。他到医院，他媳妇等于就生了啊？没有，不是做手术了，麻醉，现在刀口还疼着，那怎么记孩子了？你不知道怎么能记错了呢？一睁眼抱着孩子，我抱着呢。你不是你，这不是我，我疼啊。对啊，你对对对对，他来了一刀哈、啊。哎，问特别大，这是怎么回事？大老爷们他就冲到医院去了。啊！到医院，大夫，我这这对呀、啊，是我这孩子哪去了？对，是呀，着急呀！一进医院，这就他，你看做手术了吧？啊，真当然了，那就是一帮护士得拦着你哈。啊！哎呀，赶紧来呀，快来呀！弄着他，弄着他，弄这病人，给他能做什么？你男的痔疮啊？什么叫痔疮？痔疮？你往哪儿？你有痔疮？对。给说有痔疮了，这人拦着吧。嗯，高峰就到了。嗯，高峰就到了。嗯，四个护士搀着他。嗯，进来吧。嗯，到手术室了。躺下吧。嗯，躺下。俩护士给高峰扒裤子。哎呀，这痔疮手术啊！我穿多少啊？我这是，你就跟变脸那似的，一没听错过，变出什么来？打打针，疼，打一针麻醉。嗯，高峰趴那儿不知道。嗯，哎，请大夫。嗯，大夫拿手术刀啊。啊，负责拉痔疮的大夫来了。呵，大夫来一看，吓一跳。怎么了？他刚才这一跑啊，那眼呢出来了，啊，正卡着屁股呢。哎呦，大夫眼泪都下来了。嗯，看了一辈子屁股了啊，临退休让他看我一眼。好家伙，哎呀，太离奇了！做手术吧，赶紧吧！呲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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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他麻醉他不知道啊，是麻醉给他做手术，做手做完手术之后呢，就赶紧就给缝好了，哦、缝好了给他躺在那儿，正好旁边那屋他媳妇儿、啊，他媳妇儿也做手术，哦，剖腹产，孩子生完了，是是生完了这他爸爸在这儿了、啊，抱过来搁在跟前儿、啊，一会儿苏醒过来，苏醒过来，他一看，哟，还有孩子，麻药劲儿也过去了，啊、哎呦，刀口可疼了，就俩人一块儿去的医院，他媳妇儿在那屋，他在这屋，啊、他媳妇儿生孩子，他切痔疮，哎呦，麻药劲儿过去，孩子抱过来，这不就是男的生孩子吗？好家伙呀！哎呀，自个儿都给自个儿盖上白布了，这个。哎呀，你还真不错，越来越佩服你了。哎，真是的。天不早了，咱走吧。别，我再跟他聊会儿。哎，你等会儿，等会儿。嗯，你差不多可以了。没聊透，没聊够的，没聊。对，我爱跟谦哥聊天，好玩了。马褂，你先穿五年。你知道我今儿长多大能耐？你就是你。穿五年，聊会儿，聊会儿，聊会儿啊！这回您就相信了吧？我这不听他这么说，我哪信得了啊？不听他说，我都不知道啊！哎，这像话吗？这个，反正我就觉着疼，我抱着，我以为是我生的呢。那能是吗？我细一琢磨，他是没这先例，多新鲜呢！反正我这个人呐，反正比较喇合，你这不太喇合了，就比较粗心、啊，你知道吧？没有这么粗心的。后来一问我媳妇儿，哦，他生，多新鲜，那就行了。孩子越长越大，我们计划以后。旅旅游，这好啊，对吧？应该的呀。孩子小的时候，北京城里先转一转，哎，别到远了去。动物园可以吧？动物园去，没问题。小孩最喜欢吧？就喜欢看动物。哎，上礼拜四去了，上动物园了，带着孩子呀，好极了。到动物园，恐龙馆。哦，恐龙馆，我看看那大恐龙，还能骑呢，20块钱骑一圈，然后可以照相，自己照加5块钱。啊，那恐龙馆骑着恐龙，我们俩奔月球了。哎，你哦，你先等一会儿。到了月球之后，你猜怎么着？啊，月球上也有人。是啊。啊，比地球人多，什么模样人都有。哎呦，也有那个没腿拉洋车的呀。好嘛，是也有那个一只眼啊，给人看病的呀。你们家人都在上头呢，是吗？啊，就那月球。你别胡说八道了。从小月球，哎，你先等一会儿。坐一宇宙飞船，你别说了，直接奔冥王星。哎呦。水金地火木土天海明，哎呀，这是我们旅游路线。你别，你胡说八道。下回我带着你，你别带我。因为什么呢？你行了。月球也有动静。你等一会儿吧，太动静。不是这么着，你先等。不是，废话。我得呀、啊，月球那个动物园啊，哪儿啊？里边关着都是人，我一看这些人，我还都认识。你别哪儿？哟呵，这不是孙越吗？啊。这岳云鹏，哦，月球动物园，月球德云社，这是，呵，别混哪儿啊？
我是旅游，你带着孩子上动物园、啊、坐恐龙上月球，这事儿你听着新鲜是怎么着？这压根儿就不可能，不信呢？对了，问他去呀！哎呀，他又知道，他知道这得嘞，关老师，哎，问您个事儿啊，您说吧，带着孩子上动物园玩去了啊？去吧，坐着恐龙就问冥王星了。上面还有拉痔疮的，胡说八道。孙悦，还有岳云鹏，一句人话没有。生孩子都不对，这可他说的，谁说了也不行。怎么呢？我给你了，我都不穿了。谢谢，哎呦，别买花了啊！嗨。真好，嗯，来，高老师，哎、我还看不见，哎，谢谢。真好，啊，这都是我的啊，嗯嗯，谢谢谢谢，哎呦，你瞧瞧，全是签字，希望对谦嫂好些。哎，这谁写的这？有这句吗？也得努力是吧？哎，什么努力？谢谢，嗯，对，就是。钢丝节，嗯，哎，大伙儿图个热闹，对对，跟这儿演四天，嗯，明天后天说单口相声，嗯，最后一天特别奉献，是，什么都有，热闹闹的，哎，岁数越来越大了，就是越来越发现离不开相声，喜欢嘛，我们也没有别的手艺，嗯，当然我们仨里边来说，他们哥俩感情更好一些，我们哥们住的近，真的，这个朋友有远近。亲戚有厚薄，对你这仨人都师兄弟儿，嗯，但是略微的他们俩就比我近一点，怎么就非得我们俩近呢？谦儿坐在后台，嗯，愁眉苦脸，嗯，我说哥您怎么的了？嗯，去，怎么着？不跟我说，心烦，没到那份儿。这玩意儿咱扭头走呗。嗯，高峰过来了，怎么了？高峰一屁股就坐下了。嗯，不跟郭德纲说，得跟我说呀。我们有交情，咱们是真正的好弟兄。嗯，什么叫真正的弟兄？是啊，那是认头为对方舔伤口的人。哦，这比喻多好！谦儿抬头，谦儿眼圈都红了。嗯，痔疮。哎，呵，像话吗？我们俩一个病啊，是怎么着？待会儿我再进来，嗯，于谦儿谈笑风生。哎，对了，技术不错。哎。什么都站着说呀，您这是。高峰确实是有两下子，我谢谢您吧，挺好啊。您有痔疮吗？那错不了。嗯，我们挂了号了，后天是。哎，排日子。那么，所以现在到了，到了于老师唱歌的时候。什么事儿？这场场商演唱，其实钢丝节我就别唱。唱点不一样的也可以，是不是？哪有不一样的？愿意听于老师唱吗？你看看啊，群众的呼声，嗯，哪有不一样的？今儿您唱吧，我就别去，您先来一个，啊，抛砖引砖吗？好，两块砖，啊，就是打起来吧，嗯，那个，嗯，今儿咱就别唱歌了吧，不唱歌了。那趁着你们没鼓掌，知道吗？哎呀，我就说呀，有后文，我就说今儿咱们自己大联欢，嗯，啊，我的朋友的话，那让他们唱，哎，对他们唱也可以，有人愿意唱吗？谁呀，啊，多乱乎，举手我看看，那还真有举手的了啊，哎，来那姑娘唱一个我们听听，嗯，你看她高兴的啊，嗯，她一直往墙那儿钻，你看看，哎，穿墙过去穿墙过去，行了，高山道士拿了酒走，他先唱一个，嗯，老高来一个吧，哦，我怎么我来，你看看，我看于老师还有后话说，哦，是吗，我听这意思是不是，我说今天啊都是联欢，啊，平常净唱歌了，今天可以不唱歌。您要来一什么？您打算，这个，我唱几句什么或者这大鼓啊小曲儿之类的。哎，你看看好不好？你们来着了啊！轻易还不唱这个。那个，哎呦，嚯，太重了这口。您唱俩摸，哎，唱几摸也不成。嗯，那个。什么？剑阁文伶啊！剑阁文伶啊！哦，这南方朋友点的。哎，剑阁文伶，嗯，咱们唱两句《伯牙摔琴》吧。哎呦，好，好吗？
那个京韵大鼓，洛派京韵大鼓，对，名段。因为《剑阁闻铃》之前还有很多的前面的帽，唱完了以后太长了。对 对, 对，好吧，嗯嗯，太好了。嗯，洛派洛先生的这个《不压水琴》，古代列国多奇闻。俞伯牙汉阳抚琴玉知音，巧逢钟子期对答罢琴问，意气相投又把香焚，他二人分手太急，未得细谈论，约会了汉阳相会，再等来春呢。好，这就头一番，头一番唱两句，还真好，真好啊。嗯，再来一个呀，好，再来一个，什么呀，再来。大伙儿您再来一个啊。嗯，行，那就挨着来，我唱两句呗，啊。哎，对，太好了，太好了。唱几句太平歌词吧，好不好啊？嗯、好啊！啊，头里边郭麒麟那瞎唱，闹着玩呢啊！哎、他歪唱，我唱几句。嗯，他唱的专攻打马，出趟城南北角啊。对、嗯，嗯，我唱几句，唱几句什么呀？又来了，我爱听这个，这是。我记住这俩人了啊！嗯，这俩哭着喊着要听十八摸的哈、啊！啊，谢谢你们的坦诚啊！对，这都是有身份证的人，我说。嗯庄公打马下山来，遇见了骷髅倒我的尘埃，庄子修一剑发了恻隐，身背后摘下了葫芦来，葫芦里倒出来金丹一粒，半边红来半边白，红丸儿治的是男儿汉，那薄药粒儿治的是女群差，用尽咱的巧牙关灌下药，那骷髅骨得病站起了身来，伸手拉住高头的马，叫了声先生听个明白，怎不见金鞍玉尘我那逍遥马，怎不见琴剑书香我那小婴孩，这些个东西我全都不要，快快快还我的银子来。庄子修闻听长叹气，小人得命他又要死财。好好骷髅叹，这叫哎，传统曲目。那么接下来到高老师了吧？谢谢您啊，我就别唱。高老师唱板子唱得好啊！哦，来吧，这快板儿。谁有板子？后台给高老师送一副来吧啊！这个谢谢大家吧。啊、哎，快板啊，说学逗唱也包括数来宝。嗯，这个是传统的艺术形式。是的，嗯。后来发展变成快板书嘛。对，您的名言呢？嗯，学会王高里有个好身体。这是我说的啊，李派王派。我给您拿板去啊。啊。王凤山、高凤山、李连杰没有，嗯，没有王凤山。哦，嗨，有李连杰是吧？这个我们这仨人啊，我跟老高，我们俩是王派快板的传人。对，谦儿是高派快板的传人。一会儿让他唱两句啊，一会儿撺掇他唱。哎，对对对，特别好，是吧？因为青乙他不唱。对，赶上过年过节，我们挤着，有时候我们俩说了不算，得你们撺掇才行，哎，是吧？哎，他不唱，我们不说别的。那是啊。这个快板啊，来了来了来了来，于老来了，伴奏道具，对，就是七块竹板啊，嘿，七块竹板在历史的这个长河当中是逐渐演变成这个样子的啊，对，嗯，七块竹板，来，为什么叫七块竹板呢？嗯，因为它七块，哎呵，您说的真好，听废话，废话，用你们说呀，我有这两下子拉洋车去了啊，您注意，咱唱一段啊，对，哎，唱哪儿算哪儿啊。唱一比较吉祥的吧。哎，21岁的小寡妇，这吉祥吗？这个
思想起来啊，我这好命苦，多好啊，这个这叫吉祥，这又没人过生日唱这个嘛，这流氓吉祥了，这是。我生日不唱这个，那多新鲜啊！这多好，这个他打的这板套子，这是王派，对，代表曲目王凤山这一派。我们俩人是王凤山先生的徒孙，再传弟子，我们算是王派的继承人。对对对啊！但是在北京得说是高派，高凤山先生，这是正经高派传人于老师。哦，哎呦，您不说我还不知道。哦，您是高派传人。哎，对。哦，您呢？那太好了。高派，你看看，很惭愧，很惭愧，对板儿实在是不太那个摸门。没关系，我给您打呀，您还上里头来，您还上里头来。哎，不是，这个您看，这个高派我们不会呀。您太客气了，你别不是，那就您这个很惭愧，对，也就我们跟我没下功夫，也是您行，练的少，对，谁会谁是那个，嗯，这叫什么话这是？同仁堂这一大段中间也歇不了，您唱哪算哪，来几句，来几句就行，热闹热闹，来几句，您看我，我出您一比划，咱就收了，好吧？您这对，可得比划啊。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这个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十的名医列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药王爷本姓孙，骑龙跨虎，手捻着针，内行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华佗高，32岁入的唐朝，正宫这个婆母得了病，他是走线的号末治好了，这个一针扎好了娘娘的病，他是两针扎好了龙一条啊，万岁一见龙心喜，心身这个封他在当朝，封他的文官他不要着吧，封他的武将就把头摇啊，万般出在无机奈，心身这个刺剑大黄袍，一旁怒恼了哪一个，怒恼这个净得老英豪，为臣我东挡西杀，功劳大卫什么不赐那黄袍啊，一把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药王爷要法高，他是脱到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供他了药王搞，黎民作兴财不相烧，您老这个买卖有兰柜，您老这个兰柜3尺3寸3分高，这么一旁供这个压药碾，这么一旁供这个炸药刀啊，炸药刀亮堂堂，有几味草药您了先尝，先炸这个牛黄玉狗宝，后炸槟榔与麝香，头人陪着杏仁睡，这么二人躺在了神香床啊，睡了三更就白夜，胆大的木贼跳了金墙，盗走了水银50两，这么金猫狗儿叫汪汪，有丁香去送信，这么人参这才做了大堂啊，佛手抄起干草棍，棍棍打在陈皮上，这不打在这个陈皮流鲜血，这个鲜血躺在了木瓜上，大苏丸小苏丸唐大海滴溜圆，这不狗皮膏药贴风寒呢，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是唱的名儿个唱不完，你这时候唱哎呦我的妈呀，唱完了他想起来了，哎呦这时候想起甲板来了，哎，真好，真好，哎呦，轻易他不唱，可不是，还真是这样。我们俩合作好几十年了，嗯，他在台上加今儿算是唱了第二回，你听听，哦、第三回，你三回啊，第三回，第三回啊，您各位算是赶上了啊，可不是吗？他有一最大特点，什么呀？唱一段就有两段，哎，这没有。孙越胖到什么程度？诸位，说说，胖到让你忘记岳云鹏也是一个胖子。真的 啊，我说这话在不在理？太在理了，实话，确实是实话，太胖了不好，嗯，对身体不好，还真是，我认为应该多锻炼，没错，没事出去晨练啊，跑跑步，哎啊，有那个条件的话去健身房，嗯，练练器械，没错，有氧运动跟这个无氧运动结合嘛，啊，你看现在我没事我们去公园里面去玩去也是，嗯，我比较羡慕现在的老年人，怎么呢？身体都特棒，是，我认为现在的有的老年人比我们这年轻的小伙子身体都好，没错，你就拿，就是不是远的不说，说近的，啊、就拿他父亲来说，啊，老爷子有70吗？今年？哪有70，65，65岁。诸位，你看着都不像。对，说50来岁的，绝对有人相信。嗯，老爷子65岁了，脑袋上一根白头我没有。
法海应该什么头发都没有。我提这茬你老是往这找我是吗、哦、不是那方的是吧？听说哦，我这意思就是夸老爷子身体好，哎，真挺棒的，没事心态也好，出去也经常去锻炼去，嗯，没事出去就练功去，哎，练那叫内气外放，那真的对，咱佩服您老爷子。等会儿你给解释一下什么叫内气外放、啊、就是气功的一种，别想歪了啊！哦，就是气功的一种，内气外放，主要不是练这个。您说，主要练采气。哦，还有采气。哎，就是把新鲜的空气采进来，跟血液融合，不容易得病。哎，这个我听说过，对身体特别好啊。每天早晨凌晨三点，哇，老头出去锻炼去。这么早啊？空气好啊。嗯。大地万物复苏。嘿，凌晨三点钟，嗯，上外面那个机动车道上。机动车道啊，机动车、哦、宽敞啊，哦，跟飞机跑道一样。哎呦，把中间那护栏都给搬边上去，好嘛，全是我的。老话说得好，希特勒看世界怎么讲，全是我的。哎，你看，把那护栏都搬到边上去了。嗯，我爸整个人钢铁侠似的，站在机动车道的正当中。嗯，骑马蹲裆是叫丹田郁立会元气，舌尖一顶上牙膛，这时候开始采气。怎么踩呀、啊？开始踩气，踩气！我爸爸叫唤什么呀？这就是那个空气摩擦的声音的。哦，摩擦这个还有声音，吸、啊哦。哎呀，大半夜的也够瘆得慌的。多新鲜！诸位，有那个半夜巡逻的民警啊，联防呢，就发现了。啊，给民警吓一跳啊！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仔细看看，呼噜呼噜的，是不是外星生物？没听说过，是个人呐。哦，这才看出来，是一老头。嗯，大半夜不睡觉干嘛呢？吃饱撑的，人护栏都哪儿去了？这是都给搬边上去了，多大闲心呢？这是、哎、吃饱撑的，就是。诸位，您说现在咱这警察真是好警察，嗯，人民的警察，人民的公仆啊，是文明执法。哦，过去之后先得敬个礼，哎、这是礼貌，对对，规矩。哎，先敬个礼。你说这儿童团啊，这是儿童团吗？怎么来少先队里啊？敬礼，不敬礼在这儿，太阳穴这儿啊，起高了。嗯。老头儿，回家去，听没有？我一会儿来吃，我毒死你！我你，来回家去。文明执法，对，这还文明执法的这个？怎么这不错？没掏电棍就不错了？没听说过，那警察那电棍都十几亿万伏的，那好嘛，受了受了。哎呦，他爸爸仗着自个儿体格好，嗯。拿警察说的话都不当回事儿，哦，不理他，压根不往心里去。哎呀，连看都不看。嗯，继续采气。啊哈，啊哈，警察以为声太小，嗯，可能是没听着呢。嗯，稍微再大点声。嗯，老头儿，回家去，听没有？我一会儿哥们来，我砍死你！我告诉你，妈的，回家去。他父亲拿眼睛看了人警察，都没说话。啊！我看我都想掏电棍了，我操！警察当时不高兴了，诸位。你不是没听见呢，你看了我一眼你还不说话。对、啊、这是什么行为？什么呀？藐视国法呀。这是，就是，我是国家公务员，我说的话就是代表国家，不听我就是不听国家的。嗯，老头儿，回家去，听没有？哎呦，我弄死你！我告诉你，妈的，回家去。老头实在是忍不住了，嗯，接二连三的打断我采气呀、啊！哎呀，
一要是踩不上来，嘎嘣一下憋死了怎么办？您盼点好吧？不，这都保不齐的呀。憋死了不在计划之内呀，诸位，知道吗？计划之内是让车怼死啊！行，还能讹点东西呀？没听说。你要憋死了，什么都讹不上，白死了。65年没给我儿子留下东西。行了，您就说现在怎么办吧。老头把这话给他还回去。哦，怎么说的？管着吗？我今年我都是65岁了，我凌晨3点钟起床，我容易吗我？我上了4个闹钟，我才起来啊我懒床，你知不知道？我告诉你，小伙子，这叫踩气，懂不懂？踩气有助于身体健康，对身体好，明不明白？警察都快疯癫了都。老头回家去，听没有？我干什么踩气不踩气我不管，回家把裤子先穿上去。去你的吧。